配合电影上映，邀请台中太阳队的 Shiny Girls 主阵，由队长牛奶率领队员慈慈以及鱼鱼在南投戏院跳舞，并且与球迷互动拍照，为电影中的湘北队加油打气，在啦啦队的助阵下吸引了其他县市的球迷远道而来。不错啊，因为有搭上篮球热潮，然后刚好有个电影有拍那个剧场版，翻拍成那个剧场版就不错啊。怎么会想要特别从哪里下？你从哪里来？因为我基隆，其他戏院好像就不会举办这样子，蛮有点的啦。对。你是外县市的人吗？屏东。我跟现场的球迷，还有一些喜欢篮球的，然后想要来看灌篮高手的球迷一起互动。那因为这次也是首次有这么多观众到现场，所以说我们都很兴奋。南投戏院是全国历史最悠久的戏院，第三代负责人蔡杰峰表示，灌篮高手至今仍拥有超高人气，这次电影上映特别办理活动，让大家回忆青春的热血与活力。灌篮高手上映嘛，那它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，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透过就是更多有趣的元素就加进来里面，所以这次就特别有那个就是台中太阳队的专属啦啦队 Shiny Girls， 然后还有他们的服装赞助，就是楚巴萨运动服饰，然后来到这边，就是一起就进行这场一个活动，就是为灌篮高手的湘北队打气加油，然后祝他们能够在比赛中战胜三王队。即日起购买电影票，凭票根抽奖，最大奖是超过市价20000元的限量篮球鞋。将会在元宵节的隔天2月6号抽出，欢迎大家踊跃入场。记者郑光佑南投市采访报道。